有經驗了已經。太華空落嚟空唔到，哇！哇！波真勁。好啦，呢下就失咗，不過前場失就唔緊要，但係阿志好叻啊！呢下即刻逼翻你，俾何振廷彈到，哇！翻唔翻球證？球證吹十二碼，話後邊呃人，呢下要賺咗何振廷先。好嘢，一個去扭過咗，一個人搞掂曬。係啦，跟住俾到艾華，艾華搏到十二碼。好啦，睇翻慢鏡先啦。呢度本身逼啦，何振廷搶到一個彈入嚟，真係控到呃到。冇辦法啦呢下，球證冇吹錯。咁睇下個結果，主射冇嗌錯名喎。佐佐木洲，南區嘅隊長，睇下可唔可以幫球隊領先三比一啦，拉開個比數，去到88分鐘，如果入埋呢球，呢場波就真係有啲難啊！對利文嚟講，要攞分。通常左中目之後射自己左手邊嘅，即係龍門嘅邊邊。龍門右手，右下角，係啦，即係你守門員右手。哎呀，相反啦，通常俾你老點咗啦，咁啊三比一啊，贏到係邊個啊？左中目洲，左中目洲，88分半啊！左左木洲系南區。頭先嗰球波啦，除咗阿挺喺左邊底線一個舞龍咁舞咗一輪之後，一失咗個波之後咧，其實咧係四個人埋去焗阿哥斯達，咁冇辦法，之後將個波踢翻後，又去翻阿挺嗰度，阿挺再出嚟，咁艾華咧就搏到個十二碼。個攻勢係失咗之後，跟住阿志谷形接逼嗰下逼得靚，逼到佢回後回失咗阿挺再去，好啦，睇翻十二碼。唞啖大氣，隊長攞咗木舟，順腳一趟，冇啦！呢啲捉到佬都冇得救啊！呢啲高波向上飛，高波向上飛，有行有進，88分幾，